很多人说我是冤大头，其实我一直是不承认这一点的。不过最近我干了一件特别傻逼的事情，突然发现你们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这是我花200多万买了这么一台面包车，现在身边的人到处嘲讽说我是韭菜冤大头。我接下来带你们看看这台车它到底有多坑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驾驶舱，来，盛盛，我就想问问这台车的设计师，你自己觉得这玩意儿它好看吗？啊，这是一台200多万的车，它该有的内饰吗？一个22年的车，你给我用这12年的款式，你跟我在这玩情怀呢？啊！还有这个中控真的是一塌糊涂，来看看，就这个按键和这个挂挡杆，这都是10年前的产物了吧？然后我上面是高级了一点啊，配了块触控屏，但这个分辨率咋说呢？我不知道你们从手机里能不能看到这种感觉啊？就它现实中看着跟那个诺基亚的质感啊是一样一样的。还有这台车的门板特别有意思啊，我带你们看一下，来，注意听啊。一台200多万的车用的门板竟然是塑料的，你敢信啊？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50宏光会被称之为神车，因为它集合了所有豪车的精髓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后排啊。哇，啊，该说不说啊，这个侧滑式的电动门确实高级啊。可是老板，最近很火的那个20-30万的传奇M8也有这个功能啊。你说那话，有几个品牌可以干得过 Made in China？这个后排啊，该说不说，看起来确实豪华，而且空间也特别大。你看，接下来我上去带大家感受一下。该说不说啊，这个座椅确实舒服啊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突然想起了有粉丝问什么时候能安排点福利啊？想要福利就去我左下角领啊，里面有苹果14和8000，想要哪个都可以。那我都想要可以吗？都想要的话，就只能去我左下角领了。谁都能领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有看到我这条视频的观众才能领。通过左下角链接下载挂机车升级，简单完成任务，手机和8000轻松到手，冲就完了。我这就去下载。OK， 我们接着介绍。我先说一下它几个我比较喜欢的优点啊，就是我这台呢是一个4座款的，它还有7座的，然后选这个4座款呢是因为它这个航空座椅更大更舒服，还有就是它用的是什么叫半本安皮啊，确实得劲儿，反正每次我往这一坐啊，一躺就想睡觉啊。然后这块小屏幕呢是可以控制一些基本的功能啊，像什么座椅调节、空调的温度，还有什么灯光之类的。前面呢就是4座款的专属隔断，哎，你调0.5给大家感受一下。哎，这样才对嘛。而且它中间的这个玻璃啊确实设计的比较高级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看这里，就这个位置它可以控制它的升降，你看，哎，就升起来了。然后这个功能我感觉很高级啊，来看前面看看，哎，一键雾化，这样的话整个后排的空间就比较私密啊，然后你想干啥不就干啥了嘛，对不对？听我夸完几个点以后，是不是突然觉得这车又行了？别急，看这里，这个电视看着是不是挺高级的，但是买回来到现在啊就是个摆设，电视的清晰度差就算了，问题是看不了。就是如果说你想看这个电视的话，你必须得去改装一个什么模块，否则这个电视它就是个摆件。还有就是它车上的这几个音响啊，说什么还是升级过的款，就这个音质怎么说呢啊，就我觉得不听也罢啊。还有它这个车顶棚来看一下，就是现在但凡好一点的车子啊，人家用的都是什么叫阿根 para， 也就是翻毛皮，它这个用的是什么绒布，你敢信？还有包括这个侧面的车门，它都是么塑料的，绝了呀！我花200多万买了个什么玩意儿，我真的。还有啊，就是这车的隔音真的是非常差，跑起高速来以后啊，就是这个风噪胎噪就整得你心烦气躁。所以看下来以后大家觉得这个车怎么样？我个人就觉得这个车它不值啊，我这样说大家可能没有概念，没事，我一说你们就懂了。这个车子叫做雷克萨斯 LM300H， 被称为商务车里的天花板，官方指导价格140多万，但是如果你想买到手的话还得再加价个40-50万才行，所以落地200多万的价格在商务车领域里直接封神。怎么样，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感觉这台车很屌？要不然怎么会大家抢着买加价买呢？当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实际呢根本不值，谁买谁们大冤种，真的。所以呢我是踩坑踩过来的，个人真的不是很推荐这个玩意儿，不是说它不好，是不值。而且现在我们国产车重点是也出了很多 MPV， 比如什么极客009、传奇 M8， 小几十万的价格真的比这个所谓的什么天花板配置要高得多得多，就是起码人家的那个内饰里边啊都是现代科技。当然有些人买的就是这个牌子，甚至就是因为加价才能凸显它自己的不同，有一说一，牌面确实有的，但你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，就我只能说因人而异吧。
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实话实说，我买商务车主要是考虑了两个原因，一是因为孩子慢慢长大了，有个保姆车司机接送比较方便，二是因为我自己经常出差，然后你这种航空座椅啊，四座版的，它可以躺平，躺在上面可以休息一会儿。我寻思嘛，买就买个最好的，咱又不是没那个条件，对吧？而且200多万的商务车，它总归不会太差吧？谁成想到了以后，这个和实际感受这个落差太大了，所以你们要记得以后买车一定要试驾。拍这期视频呢，是因为有粉丝说想买台商务车，问我哪款好，刚好我也有，就想着拍一期。但不过大家也能看得到，那个牌照我都是挡起来的，因为这台车家用比较多，不想说影响到家人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其他的废话呢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。还是那句话，想看什么跟我说，冤大头的事情我来干，至于怎么选择你们自己看，我们下期见。